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1035页，1035页，倒数第五行。从第二个字看起啊，十往生论经曰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正心是经，爱要是经，劝导众生，说者听者，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若有如是等人，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。若人若非人，不得其便，行住坐卧，无问昼夜，常得安稳。这是经上的一段文字啊。经中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一定啊要懂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字常见，但是它是非常有关键性的啊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持戒修行，功德都不扎实啊，很容易退转，很容易动摇啊，所以一定要从根本下手啊。根本下手还是得从弟子规开始啊。弟子规是戒律当中的戒律，它是根啊，这个东西做不到，十善业道也就不可能做到啊。十善业道做不到呢，那沙弥律仪全是空的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，一定要肯定的啊，决定不能够放松啊。从这里放松，那根本就没有了啊，这是不能不强调的。那么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正心是经，正心就不是迷信，不是勉强相信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啊，那么这就说明讲经听经的重要啊。这个地方说了，说者听者啊，不然世尊当年住世又何必讲经49年那么从他一生行仪上去观察，讲经似乎是世尊到这个世间来第一桩大事啊。从世现开悟这一天起，他就开始教学了啊，为无比丘说阿含经。79岁圆寂，对，将近49年了。49年就为这一桩事情了。啊，王子出身，舍弃王位，啊，出家修道。
啊，示现一个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，好学多闻，啊，到处参访12年，啊，可以说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，他都去亲近过了。啊，最后他到菩提树下入定，这个地方为我们实现的。19岁离开家庭，放下烦恼障，30岁不再参学了，到菩提下去入菩提树下入定了，放下所执障。这两种障碍放下了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在中国，慧能大师跟他老人家示现呢，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慧能大师不是知识分子。啊，他不是给知识分子做榜样，啊，他实现的是顿舍，就是这一听明白了，全放下了，啊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一起放下，这就成佛了，啊，舍干净了。清净心现前了，我们经常讲清净平等觉同时现前，啊，这就成佛了。没有通过参学，啊，顿舍、顿悟、顿修、顿证。啊，他是同时的，他没有个别，啊，没有先后次序，同时，啊，这是另一种的实现，啊，也真正告诉我们，世尊所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六祖做这个实现的，你本来是，只要你肯放下，啊，一切众生平等平等，不是他有什么特殊能力，谁肯放下谁就成佛，啊，就在能放得下我们比不上他的，就是放不下。知道应该要放下，还是放不下。什么原因呢？张家大师说的：“你那个知不彻底，你那个知里头夹杂着有怀疑，所以你放不下。如果你是真知道，你怎么可能不放下呢？”不可能啊，这又放下成佛了，得大自在了，啊，怎么可能还在这个世间呢？给这些凡夫周旋呢？啊，这不可能的，啊，就问题呢，还是在知，啊，先看破后放下。啊，所以能大师表演那一招，确实是大乘里面所谓的上上根人。啊，慧能大师一生度众生，他也说了，他只度上上根人，
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。啊，这个度就是像他一样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果然没错，他在一生当中帮助43个人觉悟，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，慧能大师之前没有，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，真叫空前绝后。啊，但是他所度的那些学生跟他不一样的，不是顿悟，而是见悟。啊，有人学了几年开悟了，有人修了十几年开悟，20几年开悟，30几年开悟都有，没有一个像他了那种顿悟。这个没有见到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桩事情也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自己知道自己修学在哪一个阶段，哪一个层次。啊，我们还要向上提升。向上提升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那放不下呢？放不下，多读经，多听经。啊，真正听懂、听明白了，放下很容易。啊，这也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佛法是知难行易。你看慧能大师多容易，行太容易了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呢？我们不知。慧能大师知啊，他为什么知？他烦恼轻，所知障没有，他没有学过东西，没有所知障，他只有烦恼障，而烦恼很轻。这烦恼轻是对世间欲望很低，啊，没觉悟之前。他唯一的一个挂念，他老母亲啊，要照顾他啊。开悟之后啊，老母亲就有人照顾了。那信徒太多了，争着去照顾啊。啊，这心地清净，人特谦虚。啊，真的慈悲到基础，见任何人他都恭敬礼拜，啊，对人家都尊敬，可是人都瞧不起他，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在黄梅8个月，真正欣赏他的就是五祖仁和尚。啊，知道这个人不是凡人。啊，所以磨练他，让他在道场做义工，现在叫做义工。啊，修苦行，磨练他。啊，这也是修福。啊，福要福慧圆满，有慧没福不行。黄梅8个月修福啊，啊，我们就正信世间，这是指舍往生经。
扩大来说呢，凡是讲净土的经典，你都欢喜。啊，专讲净土，三经一论呐，这专讲。啊，现在我们读的五经，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里头的一部分。佛讲华严经的时候附带讲的。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是楞严经里面附带讲的。啊，不是专讲的。啊，祖师把这两篇汇合到三经，才成为五经一论。啊，经宗依据的典论典籍啊，于是完备了。啊，爱要世间，不但是正信呢，还喜欢啊！爱要是喜欢，很喜欢这部经啊，喜欢一定受持读诵啊，劝导众生，自己修学有心得。乐意跟别人在一起分享啊，那么说者听者悉皆往生极乐世界啊，说听明白了，一定是依教修行啊，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。若有如是等人啊，这个若是假设的，如果有这种修行人啊，我从今日我是啊。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从今天起，就常使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。啊，这个25位菩萨护持，是出自于《十王曾经》。啊，菩萨护持你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。啊，身心健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学佛的同学很多，有烦恼，有病痛，没有菩萨护持啊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前面我们看善字有没有做到的基本的条件啊，舍善也到。真正喜欢的人，真正修行的人，决定舍善也到具足啊，一般讲的上品舍善。正信爱要敬重经典，又喜欢向别人介绍，
宣扬净宗，这样的人啊，发愿求生净土，才得到世尊加持。啊，常时25位菩萨了护持这个人。啊，得到菩萨护持，身心健康。换句话说，本人是身心清净。这个身心清净呢，就身心健康。啊，下头这一句重要。若人，若非人，不得其便。那不讲冤亲债主不会找到你，你有护法菩萨，有护法神啊，这些外面的人想附身的是，想障碍你是做不到的啊。我们要相信，肯定我们都有25位菩萨护持啊，我们相信他，他就存在。我们不相信他，他就离开了。啊，我们自己有方法来照顾自己，他神死就不必他照顾了。我们自己没方法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照顾啊。啊，还是靠佛菩萨比较可靠啊。啊，靠自己麻烦了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就教了我这一招。啊，真正发心，出家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一生弘法利生，自心化他。就你的一生呢，佛菩萨都照顾你。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啊！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顺境逆境，都是菩萨安排的啊！菩萨安排的磨练我们呐！啊，顺境里面没有贪念，逆境里头没有怨恨啊，在这个里头，把烦恼习气都磨掉啊，智慧就显现啊。所以我们相信啊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啊，每一天读诵经典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以什么标准来判断、来观察呢？全依经典教训。啊，不听信谣言，不依其他经论标准，因为每个法门不一样。啊，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理论跟方法不相同，我就依这部，我走的是这条路，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，目的地都一样，都到达终极目标。啊，可是我们不能用两个三个，这麻烦了，这就自己造成障碍了。啊，走路就是一条路走到底，决定走通了，而且这个路是捷径。啊，净宗跟其他的法门来比较，其他法门都是弯路，弯子有大小。啊，这是一条直路，不是弯路。一定要晓得死心塌地。啊，那么众生的麻烦，这习气
对于照顾自己，这个妄念太深了，所以放不下了。我们看到有些例子，人在得重病的时候，医院对他放弃治疗，告诉他，你存活期间只有两三个月，回家好好就养吧，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时间不长了。他听到这个宣判，等于说宣判他死刑。他对于这个活在这个世间的绝望了。并不能治了。这一绝望的时候，才真正想求生净土，说没别地方去了。一天到晚真念阿弥陀佛，真想求生净土。念一段时期，身体没事，再检查并没有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你的心呢，至心一处，专在阿弥陀佛那样的，把这身体忘掉了，忘掉就没事了。常常念着身体，就是对身体的关怀，身体得到这个养分。你害病，那病毒的细胞，它得到养分，它慢慢在生长，自身在扩张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把它忘掉的时候，一点不理它，等于说把它养分全部断绝，它死掉了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就用这个东西来证明念力不可思议。这念念你也会拐弯。你决定不要去想它，它就没事。越想越麻烦。陈小旭是个好的例子。我们讲他不听一天到晚就想着我这病还能好吗？这就完了。我那个时候劝他，你念十善业道经，学讲十善业道经，你全部心的时候在听，我有个讲十善业道经带这个袋子让他听。不要想别的，一遍一遍的听，遍数听多了学讲，用这个来转移他的念力，那好办呐。山西小院40多个人都转过来了，都没事啊。这么好的例子摆在面前。所以念念放不下这个身体，身体终归要放下。你念念不是在极乐世界，那就随业流转了。你造的什么业，你往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常常想着这个身体？这个身体一切随缘就好了，不要去想它。你的身心才会健康，佛菩萨才真加持你。佛菩萨对你加持，你不加干扰。我自己要想怎样怎样，这就是干扰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我们不求在这个世间常住，尤其现在世间这么乱，乱世。人活在这个世间多可怜。不值得再贪恋的，一切随缘。佛菩萨让我
注释，我们就注释。啊，注释劝别人修净土，我们就这一桩事情。啊，寿命到了，佛菩萨一定来接我们往生。啊，那么还有一种人，往生意念非常坚决，我还有寿命不要了。行，阿弥陀佛也来带你走。啊，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啊。我看《往生传》，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我认为那里头至少有一半的人他还有寿命，为什么往生不要了？啊，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也不相信，不听他的，无缘，无能为力，啊，早一点往生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通情达理呀！啊，你真想提早，他就来接引你。啊，如果真有事，佛来接引了，跟佛告假，我还有事没办完，等我办完了，过几年再走，也行。啊，教光大师，明朝时候。跟莲池大师同时代，啊，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他，啊，他一生心里想着《楞严经》，传到中国来，唐朝传来的，历代祖师大的注解《楞严》，都是用天台家的三指三观来解释，啊，他认为这个不妥当。《楞严经》里头明明说的舍施用根啊，那就不是三智三观的意思啊。他把这个事情向佛报告，是吧？他想重新做一部注解啊，依《楞严经》佛所讲的这个啊，来做一部，就是提倡啊舍施用根啊。阿弥陀佛同意了啊，阿弥陀去走了，他又多住了几年呢，把这个事情完成。这叫生死自在啊。啊，想提早去行。啊，想办这桩事情再留几年也行。啊，你看多自在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。啊，我们真的信佛，菩萨就护持了。啊，相信呢，若人若非人。啊，人是人来干扰你、障碍你，啊，佛菩萨保佑你，啊，他不会来找你了。啊，非人。这里头有魔道，有鬼道，啊，有各种的灵，他来找你麻烦，啊，因为有护法菩萨保护，他没办法干扰你。行住坐卧，无问昼夜了，常得安稳。啊，你身心安稳呐！啊，身心安稳，妄念少，烦恼少，信心具足。啊，这都是佛力在加持。那这段文上所说的，是名信受之大力。啊，我们能相信。我们能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
依教奉行，你得到的利益了。啊，何去何从呢？其身是止。这是念老提出这个问话。哎，何去何从？希望你慎重好好去想想。佛弟子死心塌地依靠佛，靠得住啊，不能怀疑啊。啊，纵然遇到大难，啊，来想想，也能想清楚、想明白，这个灾难我应该受。啊，这是佛法里面所说，重罪轻报啊。我过去是不造这个业，就不会有这个果报。这果报现前，一定是过去生中造的重罪。啊，这就爆掉了。啊，往生没有障碍啊，是一心只求往生。啊，除往生之外，什么也不求。下面，佛名一棒之大海。啊，怀疑。谤是毁谤。该经佛曰，还是《十王僧经》里面的话：“于后言菩提，或有比丘、比丘尼，见有读诵是经者，或向忏悔，心怀诽谤，由是谤正法故。”世人现身之中，来治诸恶重病，身根不具，朦胧阴哑，水中鬼魅，坐卧不安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啊，何乃至死，堕于地狱。啊，八万劫中受大苦恼，百千万世未曾闻谁舍之名。啊，酒后得出，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，受极大苦。啊，长生下处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，永不闻三宝名字，是故无知无信人中啊，莫说是经也。你看这么长一段经文，这个经文里头说得好啊，我们要多多的读几遍的，把它读熟啊。啊，这大海啊，我们把它疏忽了。啊，怀疑、毁谤，这个灾难严重啊！啊，经上说，于后言菩提，这个后是佛的末法，啊，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。说法的人少了，修行的人少了，正果的人完全没有。啊，在经中，往生就是正法，修净土的人多，真正往生的人不多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有疑有报。
啊，净宗的人对自己修行没有坚定信心，对不同的法门就毁谤，认为我这个法门比你高，你不如我。啊，特别是遇到禅的，啊，遇到密的，啊，这个毁谤可以，不可以？为什么？全都是佛说的。啊，佛说的经，你毁谤他，就是谤佛。啊，毁谤经典就是谤法。毁谤那一些修行人，你就谤僧；毁谤三宝，必定堕无间地狱。啊，你修这个法门，怎么可以毁谤那个法门呢？不可以啊！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学善财童子。啊，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头做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善财修念佛法门。啊，对于任何不同的法门，你看他礼敬赞叹，啊，他参访，啊，也想听听他们到底讲些什么。听完之后非常感恩，啊，拜谢，不学他，啊，还老实念佛，这个对呀。这是真正佛弟子啊！你看，佛教我这个法门，教他那个法门，跟我的不一样。我得听听他那个法门就怎么讲的。啊，听明白了，听懂了，我还是修我自己的法门，我不修他的法门。为什么呢？他的法门是佛教他的，这个法门是佛教我的。佛教我的，我走这条路。啊，我懂得他们的，我不迷惑。我知道佛有无量智慧，我们两个人根性不同啊，佛教我走 学这个，教他学那个啊，就跟我们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一样，私塾就一个老师啊，学生学的功课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那是老师呢看每一个学生的程度啊，学习的进度也不一样啊，两个人同学一门课进度不相同啊，小学生着重在读句读啊，句读啊没有念错啊，在背诵啊，标准是什么呢？比如让你念十行，十行是200个字啊，古人的书一面是十行，一行20个字，没有标点符号，所以无论哪个地方刻书啊、印书啊，通通是一样的，说第几页第几行字都一样啊，这也是科学方法了。啊，一定是念十遍就能背，这就是标准。要是十遍背不下来，减啊，念八行，八行还不行，念五行。哎，你看每个学生根性不一样，有人念五行的。啊，能背五行，有人能背十行，啊，还有人能背更多的。大概那个根性很利的、记忆力很强的，可以背600-700个字。
啊，这就是同样学一本书啊，进度不相同啊，啊，因材施教啊，啊，佛说无量法门，对无量不同的根基啊，只要是佛教的，你就不要改，你依照这个法门决定成就。成就是明心见性啊，都能明心见性，所以叫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你怎么可以毁谤呢？啊，你这一毁谤，不就毁谤那一种根性的同学吗？就错了啊！你怀疑毁谤。都是针对着三宝，这个罪就造重了啊！所以善财童子是互相赞叹，没有回报的，对任何一个法门都赞叹啊！你看礼敬赞叹啊，他想知道。不一定想学，就想知道啊，自识时则至宗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那我们要问，既然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法门？啊，学这么多法门是应该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圆满后得智。啊，你在老师会上一门深入，你学的是根本智。啊，根本智是得到自心本定。啊，自性般若智慧开了。啊，这个般若智慧是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清净心。啊，所以说般若无智啊，那是根本智啊，起作用呢，无所不知。无所不知是后得智。啊，就是他一见就明白了，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后得智。所以广学多闻，他无所不知，然后来教化众生，什么样根性的人，他都有方法教你，这高明呐！啊，这所以中国人讲啊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啊。可是根本重要，没有根本哪来的职业啊？所以这个路子就是戒定慧啊！一切菩萨成佛都要用这个方法，没有例外的啊！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疏忽戒律是绝大错误啊，不能成就啊。你在这个世间做一个佛学家可以，啊，在世界上做个佛学学者可以，啊，拿佛经去写博士论文行，啊，当个名教授也行，但是了生死出三界不行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不能帮你断烦恼，也不能帮助你消业障。带着业障、烦恼、习气学佛法，所学到的就是知识。今天讲佛学知识。
是不是佛的意思？不是，是你自己意思。啊，开经偈上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如来真实意是没有意思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在经典里面看成都没有意思，步步经都没有意思，经就平等了，完全平等了。啊，是不是真没有意思？跟你讲或老实话，真没有意思。啊，那释迦牟尼佛讲经怎么讲出来的？对的人意思就起来了，人不在了，意思就没有了。啊，这就感应呢。啊，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应。啊，感妄心感心，但是应决定是真心，没有妄心。所以佛的经是从真诚心流露出来的，不是世间语言呢，不能用世间意思去解释啊。道理在此地啊，所以佛同样的一部经，同样的几个字，讲法无量无边，可深可浅。可长可短，一句话讲100天讲不完。啊，这就说明字字句句无量意。啊，先开悟才行啊！啊，学习的目标定在开悟，不是定在你记多少学多少，与这个不相干。那、啊、中国古人不重视这个，重视开悟，啊，一悟一切悟了，啊，只要这本书开悟了，任何经典拿下来，你自然明了。啊，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六祖慧能大师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他也算没听过经。只听过一次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三更半夜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没讲完呢。啊，现在我们看看经文，大概是1/4、1/5的样子。讲到应无所住二心，才开悟了，开悟就不讲了，行了，后就不说了。啊，五祖就叫他赶快走路。啊，亲自送他上船。啊，那么他听别人念经，听完之后他就会讲。啊，把意思讲给人听。啊，就有这个本事。啊，听他讲经的人容易开悟。啊，真正是有道心的人，你碰到他，他真帮你开悟。啊，阎浮提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。后就是末法啊，或者是比丘出家的人，比丘尼啊，出家的二众啊，见有读诵诗经者，这个诗经我们一般讲往生经啊，往生经是什么呢？就是净土经呢，无量寿经是求往生的，阿弥陀经求往生的，观经求往生的，啊，净土无经一论都是求往生的。凡是念阿弥陀佛
求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类的经典，都叫世经。啊，藿香尘会，你看像这汇集本，啊，多少人提到汇集本，他就生气，他就先尘会，恨不得把汇集本全部烧掉。心怀诽谤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固执，对于经教不通啊，不了解。啊，昨天我们看到一个信息，也是有同学从网络上下载的，欧耶大师，啊，这是印光大师一生最佩服的一个人，啊，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，啊，莲池大师的弟子。啊，他写的《弥陀经要解》，印光大师称赞这个本子，即使古佛再来给《弥陀经》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啊，这个赞叹是赞到顶点的，佛来了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他。啊，欧耶大师在《大弥陀经》，就是王龙书的汇集本，好像是序文还是跋文里头，有一段对于汇集称赞，而且他自己还写序流通。啊，所以找到这份资料的人很难得，他旁边注解，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赞，不要毁谤汇集本，否则的话这个罪太重了，那就是毁谤三宝，将来就是阿鼻地狱的罪孽。啊，又是谤真法鼓啊，现在就来了麻烦啊，是人现身之中来之主这得病啊，生根不具，生根不具是说底下的龙王阴阳这不具啊，或者是得水肿鬼魅啊，鬼魅是灵鬼附身，让你的病苦，坐卧不安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啊，这是现在你招来的灾祸啊。祸乃至死，堕于地狱。这是死后。啊，你命中死了，死了到哪去？到地狱去了。无间地狱。啊，八万劫中啊，受大苦恼。这个无间地狱去不得了。啊，寿命多长啊？八万大劫，这么长的时间你都在地狱里头啊，地狱可是太苦了啊，百千万世
未曾闻谁师之名。啊，这一句是形容地狱。也旁涉到魔鬼道，啊，从地狱出来到魔鬼道，魔鬼也，啊，百千万世听不到谁师之名，叫魔，啊，这是鬼里头最痛苦的，啊。罪业深重，没有福报的，啊，鬼的种类很多，啊，都在这种，啊，是酒后得出，罪受完了，出来了，啊，出了恶鬼道了，出了恶鬼道到畜生道，啊，到畜生道上还债啊，欠命的还命啊。欠债的还钱呢、啊？啊，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，啊，你为人服务，啊，服务到最后啊，你老了，不能再工作了，就杀掉了，吃了。啊，服务的时候是还钱，被杀的时候还命，啊，受极大苦啊！啊，那么以后再又回到人间来，回到人间上长生下处，啊，下处上卑贱呢。为别人服务啊！啊，我们常讲下人呢、啊，就是奴仆啊，沦落到这一类人啊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啊，做奴仆的人听主人指挥，自己完全没有自由。啊，遇到主人仁慈的，那不错。如果遇到主人不善的，那个苦可有的受了。啊，这个夜莺是毁谤经典，怀疑经典，造这么重的罪。啊，永不闻三宝名字。人能闻三宝名字，就中福了。啊，听到佛，听到经典，听到出家人，啊，闻到三宝名，见到三宝的形象。能升起一点恭敬心，那就让你修福了。啊，要多少辈子修福，才成为一个善根福德之人？不容易啊！我们要相信啊，经典上讲的话是真话，没有一句是妄语。然后就想想我们自己这一生得来不容易，多生多劫修成啊，这一世遇到这个法门，那要不往生，对不起自己 啊要不往生，再一个轮回机会错过了，不知道错到哪里去了。啊，唐太宗的那个光碟上我们看到
这是个好皇帝。死了以后，他读畜生道。畜生死了之后，他又到人道来，是普通人。啊，人道死了之后才到地狱道。啊，这就是说明了，你到哪一道去投胎，是引业引导你去的。啊，引业成熟不同啊。啊，临命终时，哪一个念头强，就先到哪一道去。那如果我们自己很冷静地观察自己，我们什么念头最强？这个念头引导我们到哪里？啊，贪的力量强，鬼道去了；嗔恚力量强，地狱道去了；愚痴强，畜生道去了。所以他道、畜生道。愚痴啊，就是人的昏迷啊，啊，是非善恶都不知道。啊，游魂，随着境界转，啊，见到畜生。啊，他以为那里不错，他就去了。啊，这些事情，像《玉历宝钞》里头都讲得很清楚。啊，人道，啊，得到人道，是阿赖耶识里头。有无界十善啊，过去生中无界十善修得好，哎，这个种子起现行了，他才能到人道来。啊，天道不但要修无界十善，还有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悲喜舍，有这个心。啊，有慈悲心，有喜舍心，这升天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为什么劝大家的时候认真去念佛，希望把念佛这个习气养成。到临命终时，没有别的念头，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阿弥陀佛。决定现身啊，其他的我统统放下了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就想阿弥陀佛，就想极乐世界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个重要。啊，决定没有怀疑。啊，对于这个本子坚定信心。啊，那个不信的人、毁谤的人，我们晓得他有他的业报。我依教奉行。啊，我决定求生净土。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被教化的这众生早一天成佛，这是诸佛的本愿呐。我们能早一天成佛，这报佛恩呐。
这真听话了。啊，你说这个经典怎么不好？这个经典教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个话你反不反对？这不反对，那我就一句话就行了，我就成功了。啊，其他的翻的对不对，我不管他了，我只要认识这一句，抓住这一句，我就能往生，那就没错啊。啊，你敢批评，我不敢了。啊，你自己以为很聪明有智慧呀，啊，那个批评慧极呀，我没有他的，没有这些人的智慧，啊，我也没有这些人的学问，我只听话，我只依教奉行。啊，那么这个会集本，我们经过老师的介绍，老师不会害我。啊，李老师接受这个经本，也是老师的介绍，没关系的，选序文，他老师写的。啊，我信老师，他也信老师，这能错得了吗？啊，而且老师修行往生都有瑞相啊，都不简单呐。啊，这些人都是大德了，啊，真正称得上啊。通宗通教。显密圆融啊，对儒跟道都有深厚的基础。我们这代人没法子跟他们相比啊，这个原因，他们那个时代虽然说社会乱了，不像今天这么乱了。啊。抗战之前，中国社会虽然很乱，军阀割据，可是我们住在乡下没感觉到啊。乡下人真的也没有报纸，也没有新闻。城里头什么事，出了什么事情，半个月才知道。这有人到城里去回来说：“哦，城里出什么事情了？”才晓得。没有人去，就没人知道啊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十几岁到十岁的时候，那心目当中天下太平啊，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啊，实在讲，这媒体很害死人，天天播这个东西，让大家静心吊胆，把这个心都浮动起来了。啊，你是从前根本没有这个东西，电话都没有，那个时候有电报。啊，电话没有。啊，寄一封信，邮差这封信送到你家里。啊，那时候我父亲在福建工作，我们在家乡，一封信差不多20天才收到。啊，哪有像现在呀？现在科学好不好？不好。把我们搅和乱了，心乱掉了。啊，什么好？啊，科学通通不要了，那个好。啊，那真是天下太平。啊，每一天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。你看，人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，那多幸福，那多快乐。
啊，那么现在说一切都方便的，是的，没错，但是我们的精神上所受的损害无法补偿啊，得不偿失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今天人向往科学，科学走到最极端是毁灭。啊，于是我们也就能体会到，我们老祖宗有智慧。啊，有这个德能，为什么不从科学上去发展？老祖宗知道，科学的发展，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值得。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们要幸福，我们要安定，我们要和平。啊，科学会带来混乱，会带来妄念，会带来痛苦。啊，不是好事情。这个要不是很深、细微去观察，你不知道啊。人在定中的境界是多圆满的。智慧开了更不得了了。那是真落。那是真正的享受啊，这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科学里头得不到。所以文三宝名字都这么难，这样令人羡慕。我们今天身在三宝之中，要不知道珍惜，就太可惜了。这下面这一句，是故无知无信人中啊，莫说是经也。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信心，你就不要跟他讲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那么大的福报。啊，为什么佛不出世？佛菩萨要出世，在今天社会是普遍受到回报，啊，受到轻慢，对佛菩萨没有损伤，这个回报的人，轻慢的人，他的罪重了，所以佛菩萨不出世，让你不造这个罪业，这大慈大悲呀！啊，佛菩萨在这边等，等你什么时候回头了？啊，因为你造作的不善，一定有不善的果报。啊，果报受尽了，你苦尽甘来，想学好了，佛菩萨就来了。你现在不想学好啊，对于什么叫好也完全不知道。
啊，佛菩萨不来。啊，为什么过去盛世的时候圣贤那么多？啊，原因是人人相许，人人都学好，他相信。恭敬赞叹供养啊，佛菩萨圣贤都来了，现在不要啊，不要他当然不来啊，何必要让你造罪业呢？这是佛菩萨应化世间，他的模式，我们要知道。对于不信的人，就不要讲这个经。啊，有信仰的人可以讲，没有信仰人就不要讲。旁引两经。这是念老在这段文里面引用《十往生经》跟《千手经》，引用这两部经，身心一心呐、啊，啊，深深的显示出怀疑一个心。你看，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，心是一念。疑也是一念，但是所种的祸福，悬隔天云，历劫无尽。这个最后这一句话重啊！啊，你一念信，你种福了；你一念怀疑，你种下祸根了。啊，祸福那天上人间呢？相差太远了，何况历劫无尽这一句话严重了。啊，你这个灾祸什么时候能消尽？时间太长了，故云应当明信，诸佛无上智慧。啊，明是明了，信是深信不疑。啊，佛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《大乘经》上常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佛不像其他宗教，智慧神通是神的专利，人没有，佛不是的。一切众生，蚊虫蚂蚁，都是平等的。啊，现在是报身不平等，我们的人身，他的蚂蚁身，是业报不平等。啊，这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我们跟天人不能比，天人跟极乐世界不能比。啊，我们前面都学过，哪一种人福报最大？念佛的人福报最大。问题，你真相信，怀疑就不行了。啊，怀疑。把你的功夫全破坏了啊！真正深信不疑，就具足圆满功德这些事理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
啊，所以经不能不听，不能不多听。啊，就这一部经，重复再重复的听。啊，变数越多，你的悟处就越深，就越广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前面说了，自然放下了，放下就入境界了。我们再下看下面第四大段，问答。啊，分两段。问答：不求往生所依。学佛的人多，很多人不求往生啊。这什么原因？啊，请看经文。此是悲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已修善而不求生？啊，就是不求生净土。注解里的说，此是大士，就是弥勒菩萨。啊，弥勒菩萨以无缘大慈，明念末法众生。这末世啊，末法众生，有一类的众生，真有这一类。啊，虽然呢也修善，但是不求生西方净土。啊，所以提出这个问题。啊，他为什么不求生？下面世尊呢为我们解答。啊，请看经文。佛告此时，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不及天界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。佛把事实真相啊为我们说出来了。这一类的众生没智慧，啊，有知识没有智慧，迷念天人福报，故不愿往生净土。啊，对于往生净土，他疑惑，他认为那是宗教，是迷信，是骗人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眼前这个，他看见的，他接触到的，这是真的。啊，现在呢，连天都不相信了。过去还相信天啊，现在天，所以是科学发达之后啊，西方人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啊，不相信了。基督教听说在中国很兴旺，在外国没落了啊，美国的天主教跟这个基督教堂很少人去了啊，所以教堂都插牌子卖。我们在美国看教堂插牌卖，问他为什么卖，没人了，信徒没有了啊。所以东方人这学佛的到美国去就买教堂，改装一下，有他宗教用地，我们也是宗教啊，不变更很容易。
啊，这看到宗教没落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科学。大家都相信科学，科学拿证据来。啊，宗教你是女上帝，上帝在哪里？谁见过？你拿不出证据来呀。你说显灵你相信的，他没有显给我看的，我没看到，我不相信。叫我看到，我才相信。啊，所以现在连天都不相信。信什么？信眼前的财色名食睡，他信这个，所以拼命追求啊，贪而无厌呐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他不知道，他认为什么？人死就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尽量去做啊，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！他只知道这一生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所以他的宇宙人生观也是。啊，所以他什么都敢做，没有丝毫畏惧之心。啊，于是伦理道德因果要讲的叫他心服口服，可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啊，圣贤人来也没法子教了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！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啊，这个也是与现前众生共业所感。遇到了，我们要把握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个成就，做最好的榜样，啊，往生的瑞相，也只有当场看到的这几个人相信，没有看到的人还是不相信。啊，你讲给他听，啊，他要是怀疑，说你在造妖生事，啊，你的幻觉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现在人难度啊，啊，那我们对自己的时候。越知道要珍重啊，机会实在是太难遇到，我们居然遇到啊，遇到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就是往生净土。对这个世间不要再留念了，留念就变成这样子了，智慧为浅。留念，不想往生啊，认为这还不错，还挺好的啊。大灾难真的来临了，逃不掉了，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啊。灾难什么时候发生，没人知道。
这世界上哪个地方是有安全的？谁敢讲？啊，高地方，高山会崩塌，啊，地会沉下去。现在这个山崩地陷，常常有听说。啊，这才开始啊，往后可能还有更严重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最安全是念佛。念佛的人有福报，念佛的人居住的地方叫佛人居佛地，他这个地方灾难少。纵有灾难，不严重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三宝加持。啊，护法、菩萨、众神在照顾。啊，我们真正下决心，我在这一生当中要成就。不信的人，不必跟他说。说了他回报没用处啊，先求自度啊，我们有慈悲心，到这个世界灾难过去了，一切恢复正常了，再来嘛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。这个世界每一天的变化，你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什么时候人心回头向善了，再来，叫道家慈航，那个时候来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像诸菩萨、祖师大德一样，不迷了。我们这次来的是迷糊颠倒来的。啊，西方世界再来不迷了，啊，清清楚楚，啊，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来是化身而来，我们的真身，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里头没离开，没离开呀，哎，真身还坐在那儿听经，化身来。啊，你们看《西游记》孙悟空，拔一根毫毛，吹一口气，变成一个孙悟空了，化身，他就能办事。啊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能现无量无边的化身。啊，所以你看看，上供养诸佛如来，啊，供佛的福报最大。啊，又听佛讲经，闻法，智慧增长，所以供佛了是福慧双修啊。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福慧非常容易，很快就成就了。啊，他方世界没这么方便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，问答免轮回之所以。啊，此时悲也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他如何能够免掉轮回？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念老的解释说：“此时佛云，这又说，啊，不求往生西方净土，你怎么能免去轮回？
啊，这个里头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专指如上之人。啊，这些人怎么样？他说西方不如天界。比不上天上，所以都想升天。如是虚妄分别，不求生净土，不知修善之福，虽得升天，但天寿尽后啊，任夫轮回。天上有寿命的，寿命到了。还是要轮回啊！天人死了以后，天是成大福报去往生的，升到天上，福享尽了。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罪业的种子啊，生生世世造的恶业。那些种子显现，就又堕恶道去了。啊，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，而且是事实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你要是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求生净土的心就决定了。啊，十法界一张一真庄严，我们通通有份。你愿意到哪里去，自由选择。这是大乘教上说的。啊，愿意到哪一道，有哪一道的条件。你具备这些条件，有强烈坚定的信心，你就决定的去。啊，人道就是伦理道德的主要因素。你真正能够遵守伦理道德，来生不是人生，你来生一定可到人道来。啊，天道要上平摄善，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，你才能升天。啊，天上上二界没有成慧，色界天跟无色界天，啊，也就是说，28层天越往上面去，这德行越高，福报越大，但是都有寿命。寿命到的时候怎么办？还要堕落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对于升天的念头就断掉了。我修一切功德，做一切好事，不希望升天，把这修行的善行功德都回向求生净土。啊，这就对了。三卧道是去的人最多，为什么？三卧道的业因是杀盗淫妄，干这种事情人最多。啊，他不相信这是造罪业。啊，尤其现在杀生吃肉，
不得了啊！啊，联合国的统计，每一年被人杀死吃掉的，啊，这些动物，陆地上走的，水里游的，空中飞的，有多少呢？3370亿，一年。3370亿，啊，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事情啊！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这么重的杀业啊！再堕胎，堕成杀亲生的儿女。啊，也是联合国发布的，这最保守的，因为医院里头有记录的，超过5000多、5万多人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平均每一天超过15万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旅行，坐飞机飞在上面。看到底下的是灰灰突突的一层雾，他说怨气啊，那以前没有啊，啊，50年前没有，啊，这种怨气形成这样情形的时候，最近的20年，啊，20年之前没有，啊，常常旅行知道。现在越来越严重，啊，灾难怎么来的？从这来的，啊，所以人家讲化解灾难，2012，如何化解了许多人传递的信息，啊，化解几乎是相同的。第一个素食，不杀生了。啊，第二个爱心，啊，要把爱心呢找出来，爱自己，能爱别人，爱一切众生，啊，不再有嗔恨，不再有傲慢嫉妒。第三个是镇定，就是灾难现前了，不怕。不惊不怖，不害怕，心能够定下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灾难当中啊，死去的人，被吓死的是多数，他慌了，吓死了。啊，所以你不害怕呢，哎，往往你心很冷静呢，你就知道怎么应付。啊，怎么样回避？啊，还是修清净心呢？这清净心生智慧呀，智慧知道怎样回避。啊，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呀。啊，美国一个量子力学家。讲得更好，布莱登啊，他叫人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，他说了三句话。第一个，地球上的居民啊，从今天起弃恶扬善，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改邪归正。第三个，端正心念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三桩事情做到了，不但这个灾难可以化解，
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啊，这些都是真正有智慧人讲的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把迷恋在财色名食睡里头，认为这是最高的享受，错了。啊，每一天杀生吃肉，那不是享受啊，那造孽呀。啊，知道因果的人不敢做啊。啊，所以这一类的人迷恋现前的福报，啊，今天现前的福报，我的形容，这是多少年来，我形容那是吸毒、打吗啡，是这种路，啊，付出去代价是自己的生命，不值得了。啊，中国古人叫人修善积德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娱乐当中，都含着有深厚的教育在里头。啊，就到民国年间，我们把传统已经丢掉很多了，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啊，民国初年，文艺表演，你看戏剧，啊，他表演的一定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看表演都是这样的。这是教人呐！啊，总不外乎啊，忠孝节义，他演这些东西给你看，让你学习。就中国民间人，啊，民间没有学校啊，没有念过书啊，但是他懂得五伦。五常四维八德，从哪里学的？每年看几出戏学的。啊，还有听大鼓书说学的。啊，在中国过去小说里头也是讲这个东西，用另一种方法来表示教化众生。啊，大家欢喜，又浅显不深。啊，人人都可以听得懂，都可以看得明白。啊，好人最后有好报，恶人最后是恶报。没有一样啊，不是教育，正面的教育。现在正面教育没有了，全是负面教育。啊，造恶的人没有恶报。啊，造恶反而在享福，修善呢反而在吃苦头，所以人家不干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智慧，看得很浅薄。
不知道因果同三世。现在人不爱儿女，不爱子孙。你看上一次吴教授到我这儿来访问，告诉我，很多学生家长跟他讲，我的儿子缺德没关系，不能缺钱呐，讲出这种话来。这个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。从前人的，我的小孩缺德不行的，缺钱没关系。你看现在，只是钱重要，德不重要了。那缺德，他不孝父母，你怎么办？头一个就找到你了。他有钱，他把你饿死。他虐待你，你怎么办？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做父母的还不觉悟，还不知道回头。这些事情我们亲眼看见的。自己的大富大贵，父母是不得已养活他。给他个小房子，每个月给他生活费用很少，仅仅够用。让两个老人在一起生活，自己一年跟他见一次面都没有。你说父母多痛心，多难过。把你养大了，还算不错呢，还没有把父母饿死，只是给你衣食住行，没有一点多余的，扣得很紧，他的儿子看到了，将来他老了，儿子也不想他。冤冤相报啊，真相没完没了。所以这个世界看穿了，要放下。决定不留念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。